嘿，一楼，龙台龙井的龙井，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来钓鲈，钓个鲈鱼子，好不好？天气慢慢等下就变热，然后我们就换上我们的秘密武器，挑战八小时以上不喝水，要喝水。我相信在这么炎热的夏天，它就是我们两个秘密。那就让我们 Let go。 我们这集是要分享一件很适合钓鱼人在夏天的商品，和目前在北北基唯一一间的路亚鲈鱼馆吃。后面都有针对商品和场地的详细介绍哦。先来看一下我们在这边钓的如何。太扯了！一个大大落水鸭，这怎么受得了啊？这怎么受得了啊？天气这么热，然后你要钓到鲈鱼？因为我有穿，我看看你没有穿什么？冰感背心，对，好猛哦！来看看他们的鱼体，哎呀，哎，记得要压到喽，还好都压了。对，好了，这样，水啊，大把，大。是呀，有喽，哎，比较大一些了，哇，哎，昨天这只蛮大的，对啊。其实也蛮干净的哦。嗯，像今天现在大太阳嘛，然后气温也蛮热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连一分钟都不想待啊。有没有中鱼是其次啊。对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有穿这个冰感衣，感觉你到现在还没有流一滴汗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平常的话，我早就已经爆汗了。对啊。OK。等等。钓鱼吧。吧。好像过了，等，下去，拉，给我中了，参数拉起来，啊，喷，来喽，吸，开，注意哦。哎呀，行啊，还得是你啊，龙爷。六六六六六 ，OK， 都不用找，就是目视的。对，就看到水标有就朝那边丢。那活性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好了，放喽。完美！哎呀，sorry， 笑死我了！可以呀、啊！啊，鲈鱼子啊，鲈鱼子，今天顺便来练鲈鱼子。OK， 真的有穿这个之后，真的可以钓比较久哎。对啊，如果之前没有穿的话，真的钓一下下就想要去阴暗处了。真的，管它有没有鱼，对，先休息一下。我们要推荐身上这件商品是酷浪水冷服，是非常适合我们长时间在阳光下钓鱼的人，是利用冰水冷循环的方式快速降温，轻巧方便，而且安装简单。我先来说明使用方式，就可以很了解这件酷浪水冷服的原理。先把杯盖打开，放入结冰水或是保冷剂，再加入少量的水做循环用，大概100到150毫升就够了，然后再把背盖盖回去，转好扣好，再穿到身上。这件几乎没有重量，在没有加水之前整件只有210克，
酷浪水冷服有两种尺寸，扣带也都可以调整长度，适合各种身材，而且很薄，外面再穿上救生衣也完全没有问题。那会需要使用到行动电源，这用的电量非常低，5000毫安培的行动电源，开高速档至少可以用12小时，低速档的话可达24小时。插上行动电源后，打开肩膀上的电源就可以了，有3个档位可以选择。电源一开3秒就可以马上感觉到水循环带来的冰凉感。刚刚装完啊，你现在体感觉得如何？我感觉就是里面有水在流动，然后会传到那个整个背还有肩膀这边，身体核心的部分都有感觉到一个被降温的感觉。当初没有这个体感衣的时候，我看你好像可以泡差不多至少6个小时吧。那加了这个应该是 double 吧，差不多12个小时。12个小时，整个白天都没问题。哎呀，你是丢看到的还是沉下去的？ 我是丢边边而已，没有看到。还是丢这边死角，接着往那边塞，因为刚刚那边超多东西。来咯，吸了啊，干喷了。那只还可以再打它。那只还可以再打。欸，是那个吗？ No， 我真的没有。有了，哦，水哦，喂，飞 ，OK， 好多哦，真的，哇，看来这个不止让你凉感了，哼，还有爽感，爽感都来了，对啊。真的蛮好钓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请钢 bus 的老板来介绍一下这边的场地。OK， 今天我们来到了钢 bus， 然后呢，就是很特别啊，那我们真的没怎么钓过，在台北真的没办法找到更好的鲈鱼场吗？应该是已经现在是已经没有鲈台北北北基没有鲈鱼场了。对，北北基现在目前是我们这边。对啊，那这位呢，就是我们。算是小练，小练。那这边帮我们介绍一下，这边我看有3池哎。对，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分成3个不一样的场域。那比较大的这边呢，这边是属于综合的地形。是。那这边我做一些高低的落差，有一些碎石区、全泥底跟水草区。对，那还有一些明显的标的物。对，这部分是比较综合的地形。那我们桥后面分成左右两边。那你看一下，你中间的椅子分左右两边。左手边那边的话是属于无障碍，那里面只有泥底跟小碎石。嗯，右手边那边是属于重障碍，那比较多导树啊跟一些水管在底下。对对对，哦，那未来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规划会再做，另外再补上这样子。我有放一些野场的蓝底在里面。蓝底啊，各位，是蓝底啊，不重底啊。哦，蓝底，蓝底的话大概就是50公分以上，超过45公分，鲈鱼就长得非常慢，所以蓝底非常的。这边的话，超过45公分的有17条，七条，对，17条，这都是我就是从外面的侄子带进来的，有一部分是我另外的侄子，有一部分是野塘进来的这样子。野塘，对对对对对。那蓝底有几只啊？蓝底的话，过50的只有一条。过50的就有一条，对，过50的目前只有一条。那你们这边有打算改成彩金制吗？彩金的话，这个我会慢慢的考虑一下。不过在这个地方稍微跟大家透露一下，其实我在里面有一条标鱼，对，那条标鱼是未来的活动之一啦。对对对对对。标鱼指身上有什么东西？在身上打一个树袋黑标。哦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也是鲈鱼吗？欸，也是鲈鱼，没有错，也是鲈鱼，没有错。它那条47公分。47公分，對對對。之后的话，我会把所有的影片啊，那些消息都公布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。对，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。OK， 那就蓝底点的各位啦。那个收费还有收费会员什么的。哦，收费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平常啊，我们是有分会员跟非会员。是。那我们会员的话，就是说我们是以年费起。是。那现在在我们正式开幕之前呢，啊，我们都是9999。对。那到正式开幕之后呢，那价格会再调往上调整。是。那我们非会员的话，我们两场是。市场跟夜场，
那我们日常的话，从早上6点到下午6点，收费400块。对，那我们夜场的部分呢，从下午4点进场，那一路到晚上10点，收费250。哇，欸，其实如果9919、一年嘛，对，对，一年没有错。一年，你们店休一个月休几天？我就是隔周休一二这样，所以一个月是休6天。休6天，哇，所以这样一年其实平均掉一次不到10块钱。如果是你每天来的話，每天来的話，那其实有更多的鱼种，然后这边的话，重点安定各位，而且还有标鱼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未来的，未来的，它目前已经在里面，对，目前已经在里面，那就让大家来寻宝啦。OK， go。这边的 bus 几乎用什么都会一样，我们试了些比较有效率的两款，分享给各位。加口的这款蜘蛛。用来无铅缓存，和这款 Tube 里面放3克的 HR 机构头，用来跳底。我们就用这两款，每个人都钓了20几只。OK， 对，对吧？赞哦！哦，真的吗？很有活力的哦，鱼体很哎。OK， 入户入户，爸，这只也蛮大的，很凶悍的，让我来练个鲈鱼嘴，还行。OK。那个钳子在里面，不懂钳子。我们来的这一天刚好遇到放鱼，小练老板这次放了300斤，刚放的鲈鱼会先晕和适应一阵子，大概过了2个小时以后就会开始大爆咬。分享一部分拉爽爽的画面给你们看。从早上钓到下午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件我是从来没脱过啊，整个人就是舒服，而且在于今天整个就是鱼运加持，没在开玩笑的、啊。钓鱼吧，真的吗？冰感背心，冰感背心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大概差不多30多度吧，嗯，我的内心20度而已，太低。炎热的夏天。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冰感背心有兴趣的话，告诉你夏天必备，就记得我们下面有我们的优惠码，还有很多好康带给大家哦。OK， 那就这样喽，拜。